もない何でもない君の笑顔を世界中で僕だけが知ってるほら素敵な君さ目立たなくて泣き虫で寂しげに顔伏せてる小健在一起玩到很晚的谣言满天飞，有蜘蛛还是完全无动于衷，说他对这种事一点都不在乎。要是我的话，一定会非常介意的。全心投入七夕的愿望，小薰，你看，是小翠耶！小翠，啊，太过分了！抱歉，抱歉。那个竹子是要做什么用的？这是七夕节庆的竹子，是从奶奶的朋友那里拿来的。小翠怎么会还在做七夕节庆的装饰啊？其实我是无所谓啦。可是我奶奶说她很期待啊，这不愧是奶奶的宝贝。她说到了这种年纪，对这种庆典特别期待。哦，对了，小红豆跟小薰，要不要写下你们的愿望呢？写下我们的愿望吗？小薰就写希望跟爱心人家裙子的小健恋情进行顺利。不用说爱心人家裙子的事啦。小红豆则写跟讨人厌的永之助能够更加亲密。你说什么？开玩笑的啦，我就爱开玩笑啊。小翠真是的，那么爱笑人家。放在我的房间！打斗，你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很漂亮吧，姐姐？怎么不装饰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呢？因为我的房间看不到银河啊，所以啊，我连姐姐的愿望都有写了，连我的部分。希望能够把香烟跟酒给戒了。啊，那是爸爸的部分啦，姐姐的呢？希望能够变得更可爱。哎，你不要乱写好不好？你不是老是边照镜子边这么说吗？怎么这样啊？妈，你看啦！你就让他放一下嘛，因为只有今明两天而已啊。可是，那你要不要跟我换房间？你在说什么啊？哎，姐姐，你也写写看嘛，不必你鸡婆。小紫以前不是也有在装饰吗？你就不用假装客气了啦。谁在跟你客气什么啊？好漂亮的星空哦！虽然嘴里骂大豆，可是在这种时候写下愿望，搞不好真的会实现呢。请让我跟永之助能更加更加的亲密。只要明天早上起床马上拿下来，就没有人会知道了。
现在施工中。今年的七夕你们不能相逢了。怎么这样？再来！是做梦，做了好奇怪的梦哦。到底写了什么啊？好像不是英文，那个可能是阿拉伯语吧。让我看看啦。好像吴郭鱼爬过的痕迹哦。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啊？哪有做什么，在做七夕观察。小翠，你写了什么啊？那个是奶奶的短歌。短歌是指比较矮小的鸽子吗？没错，用它来送信就方便多了。你这个笨蛋，所谓的短歌呢，就是长一点的排句。他讲什么我是听不懂啦，不过那样连七夕神都看不懂吧。说得好，不用你们多管闲事。嘿，快溜吧，跟着我啦，小健。你说他们用望远镜偷看？就是啊，反正他们两个很没品就是了。照那种情况看来啊，肯定也会去偷看其他人写的条子。可是我觉得五年级的同学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写吧。对啊，不会了，我忘记要把那张条子收起来了。现在要是回头去收，我就会迟到。你怎么啦，小红豆？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事，再不快点就要迟到了。打，快点！想不到小红豆有些地方还蛮可爱的嘛！都已经五年级了，竟然还放了七夕的装饰物啊！杨子，你看到了？最近为了身体健康，都有在晨跑，有的时候永蜘蛛也会一起跑。永蜘蛛也会？小红豆，你真的放了装饰物吗？那个是大豆放的。从街上可以看得到的话，应该是小红豆的房间吧。那我们马上去参观参观吧。你们不要做那种事好不好？嘿嘿，他脸红了耶。看来一定是写了什么很有趣的事啊。安全上来。永蜘蛛，要不要去看有意思的东西啊？看什么？小陈，你晚点再说。你老师长。早安，小陈。那个望远镜是要干什么的？因为今天是七夕的关系，所以打算要看银河。可是用那个看得到吗？很清楚。现在还是早上哎。打电话回家，拜托吗？不行，那张条子会被看到。怎么办？倒是因为条子上写了跟永蜘蛛有关的事情吗？果然是这样。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啦，小红豆。说是这样说啦，我有作战计划哦。在开班会的时候，老师，我们可以利用望远镜随便偷窥别人家吗？难道说有人做出这种事情吗？就是小陈跟小健他们两个。对不起，我们再也不干了。你不是要看银河吗？你们两个等一下到教职员办公室来。就是这样，然后你再利用那段时间把条子收起来就好了。真的会那么顺利吗？没问题啦，到时候我一定会跟多虎老师加油添醋，那两个人肯定会有最瘦的了。这样不会太对不起小健他们吗？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他们真的偷窥人家。你干什么啦？给我。好厉害哦，小红豆，听说你有做七夕装饰物啊？那个是……你干嘛那么害羞啦？做那么梦幻的事情不是很好吗？真的吗？七夕装饰物跟年龄没有关系啦，我很喜欢那种事物呢。就是说嘛。
没想到你还蛮会说话的嘛，永之助。哇，我第一次被小翠夸奖哎。我才没有夸奖你嘞。哈，你看一年级的教室有那么多奇奇装饰物，好可爱哦。不知道大家都在祈求什么呢？啊哈，那是什么？希望把营养午餐全部吃光光，希望不要把加法还有减法给搞混了。一年级的程度太低了吧？哎，我看看，让我也看一下。程度太低的是你们这两个家伙吧？体育课上完以后就要开班会了，小红豆。嗯。那两个家伙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吧。谢谢你。今天的体育课呢，要跑马拉松。啊！要绕章鱼公园来回一圈。章鱼公园？往返章鱼公园跟学校之间，这不就表示……啊！那样不就会经过我家的大楼吗？哎，你们听着，我们去参观小红豆的七夕装饰物。好可惜哦，如果有带望远镜来就好了。可是那很远呢。就是啊，老师，章鱼公园对我们来说不会太远了吗？滑不动的人呢，可以在半路上休息一下。可是问题不是这样了。好了，从男生开始先跑，路上一定要小心车子哦。啊，我完了。你家在二楼，其实根本不会看得很清楚啦。那些人脑袋坏掉，可是眼力超好呢。小翠，女生开始跑。体育课竟然跑马拉松，我的命为什么会那么苦啊？你不要想得这么悲观嘛，小红豆。哎，被看到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一边讲话，一边跑步，很容易累哦。已经有人倒下来了。小陈，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会痛啊？我只是体力变差了。啊！不要把自己说得跟个老头子一样，快点起来，给我跑。站不动。你们看，这样不就收拾掉一个了吗？对小健就没有用哦，他每次运动会都跑第一。一点都不痛苦，可是心跳得好快哦。你说的我都可以了解。啊，男生已经绕回来了，是永之助还有小健。小红豆加油哦。太慢了太慢了，被杨子小翠他们远远地抛在后头了。啊，七夕装饰物的事他们什么都没说，哎，一定是想在学校发表了。小红豆，你家到了。七夕装饰物放在哪里呢？不见了，应该是你妈妈收起来了吧？那又不是洗好的衣服。跑完好舒畅哦。对啊。小红豆，哦，你的七夕装饰物藏得很好嘛。真的有放七夕装饰物吗？算了，反正想也知道你上面写了什么。再见。总而言之，没有被任何人看到真是太好了。啊，我回来了。姐姐，你把七夕装饰物收到哪去了？哎，那个不是妈收起来的吗？今天晚上才是七夕啊，我怎么可能会收起来呢？是姐姐你偷偷藏起来了吗？我为什么要偷藏起来啊？而且今天早上还有同学说有看到哦。会不会是被风吹走了？妈妈，你去派出所问问看啦。派出所？说不定捡到的人会送到派出所去哦。那种东西不会有人拿去派出所招领的啦。我上面姓名跟电话号码都有写。
那种东西倒是被其他人看到了。大豆，你这个大笨蛋，干嘛要写那种东西啊？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要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啊。哎呀，我去附近找找看。我也要去。好像没有掉到下面来哎，没有七夕装饰物，愿望就不能实现了。哎，大豆，你在干什么啊？小健哥哥，来特训吧，大豆。现在开始吗？那当然了，我是特地来找你的耶。啊？哎，小健，要是你的话，应该可以很轻松地爬上那个栏杆吧？有球卡在那上面了吗？小健，哦，会不会就是你把七夕装饰物给？是小健哥哥拿走的吗？我拿那种东西到底要干什么啊？对啊，小健哥哥又不是熊猫，应该是永蜘蛛干的吧？你说永蜘蛛？因为那个家伙运动神经也很发达。这应该不会吧？这么说来，杨子不是说了，永蜘蛛最近也都有在晨跑。小子，小丽媛同学打电话来了。啊，看吧，快点去问他对字条的读后感想吧。嗯，随便去做什么特训都好，可以快点消失吗？喂，你好。想到。啊，我啊。其实是为了七夕装饰物的事情。啊！嗯，你为什么要大惊小怪的？我只是想跟你说，我想看看小红豆的七夕装饰物而已啊。啊，那你还没有看到喽？那是当然的喽。我去慢跑的时候顺便去看，可以吗？可是七夕装饰物已经不见了耶。啊！嗯啊，小健。请问你有没有色纸一类的东西啊？嗯，我找找看，应该找得到。那可不可以请你稍微帮我装饰一下？我等一下再过来拿。嗯，你也一起来装饰就好了。男人哪会做这种小事啊？小字条要写什么好呢？对哦，就写祈求棒球越打越好。然后呢？希望快点长高长大。然后呢？希望不要再尿床了。啊，小健，哎，拜托，小健是不是还会尿床啊？不过他只有跟我一个人讲他的秘密耶。我也只有剩下这些而已了。谢谢。奇怪了，你怎么会突然想做七夕装饰物呢？其实是小健拜托我帮他做的。要我天黑之前就弄好。哦，居然请人代工七夕装饰物，真是狡猾的家伙。男友要练习棒球，很忙嘛。男友。啊，再见了。爱掀裙子的家伙是男友。七夕装饰物果然没有再出现呢。那又不是猫或狗。吃饭了，好，你放弃吧，大豆。永蜘蛛，小健，原来是你呀、啊！就是你偷了小红豆家的七夕装饰物啊！你才是呢，那个七夕装饰物是……这是我请人家做的，因为大豆很失望的关系啊。我也是啊，我本来打算让小红豆大吃一惊才做的。那好，那我们就猜拳来决定要用哪一个。嗯，剪刀石头布。嘿嘿，活该，永蜘蛛要撑好了。知道了啦。嘿嘿。不要乱动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啊，永蜘蛛？找到了小红豆的七夕装饰物。什么嘛，原来掉到人家的家里了。
小健，换你称号。哦。不要乱动啊！猜拳赢的人可是我哎！姐姐，姐姐，干嘛叫的那么大声啊，大栋？姐姐，你快点过来，七夕装饰物回来了耶！啊，不会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回来了啊，因为我有写名字的关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可是东西就在这里啊！太好了，盗垒成功。那这个七夕装饰物怎么办？很久没做了，就摆在家里装饰吧。嗯，刚好，而且星星也很漂亮。就算是这样，到底是谁把装饰物放回原位的？当然是七夕神了。希望公司下班以后不要在路上逗留，伤脑筋啊。小子，你什么都没有写吗？晚上还是把这个放在枕头底下睡觉吧。啊，奇怪，这是永蜘蛛的字。我也是啊，小红豆。永蜘蛛，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小镇看到这么漂亮的星空。不知道永蜘蛛是不是也在看这个星星之神。隔天我问了永蜘蛛详细的情形，虽然因此解开了七夕装饰物的谜底，不过最后受到惩罚的是小健，因为他挂在窗口的七夕装饰物被小陈偷看到了。马上就要到了，这就表示暂时见不到永蜘蛛了。哎，永蜘蛛，这本笔记本是？难道这是交换日记？我发誓，什么都会坦白写出来。永蜘蛛，我也是，什么都会从实招来。小红豆下一集播出，开始了，爱的交换日记。ただ寂しくて。ただ恋しくて僕ら抱き合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ふとよぎる悪い予感ほどくように、君は改札口は